师，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弹力带的课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的道具是弹力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吧。八字形缠绕法，首先我们先找到弹力带的两端，开头的两端把它互相交叉打一个结，再跟着打第二次的结，完成我们的双结，再把弹力带给拉紧。好，再将我们的手一手穿进去弹力带，然后将弹力带扭成八字形，然后另一手再穿进来，穿进来之后慢慢的我们把弹力带挪到肩膀靠近肩胛骨的地方。好，再将前面打结的地方往后呢拉，就完成了我们的八字形缠绕法。此时你应该有背书包的感觉哦。暖身拜日式，我们将两手于胸前合掌，闭目做深呼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吐。好，慢慢两手向前伸直，吸气后仰，吐气，身体慢慢前弯，左脚向后伸直，扩胸上身后仰，好，上身慢慢还原，两手放地上，右脚向后伸直，身体呈三角形，左深呼吸。身体慢慢降下来，身体离地，脸朝上，左深呼吸。膝盖着地，臀部推高，胸口下巴贴地，停留，左深呼吸。两脚慢慢向后伸直，两手放胸部两旁，吸气上身提起，脸朝上，吐气头回正，再吸左转看后脚跟，再吸吐气换边，吸吐气左转，吸吐气右转。好，上身回正，手脚的力气慢慢将身体撑上来，脚往前走，再将左脚往前跨一小步，右脚向后伸直，扩胸后仰，还原上身，慢慢的还原回来，右脚收回，再吸气，身体慢慢上来，直接后仰，吐气还原，两手在胸前，左深呼吸，慢慢将急促的呼吸缓和下来。暖身拜日式，我们将两手于胸前合掌，闭目做深呼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吐。
慢慢两手向前伸直，吸气后仰，吐气，身体慢慢前弯，左脚向后伸直，扩胸上身后仰，好，上身慢慢还原，两手放地上，右脚向后伸直，身体呈三角形，左深呼吸，身体慢慢降下来，身体离地，脸朝上，左深呼吸，膝盖着地，臀部推高，胸口下巴贴地，停留，左深呼吸，两脚慢慢向后伸直，两手放胸部两旁，吸气上身提起，脸朝上，吐气头回正，再吸左转看后脚跟，再吸吐气换边，吸吐气左转，吸吐气右转，好，上身回正，手脚的力气慢慢将身体撑上来，脚往前走，再将左脚往前跨一小步，右脚向后伸直，扩胸后仰，还原上身，慢慢的还原回来，右脚收回，再吸气，身体慢慢上来，直接后仰，吐气还原，两手在胸前，左深呼吸，慢慢将急促的呼吸缓和下来，接下来我们做向后屈体式，慢慢平躺下来，躺下来之后，两脚并拢起来，两手放身体两旁，吸气，两脚慢慢举高，吐气，腰腹部用力，将臀部离开地板，手可以扶着腰背的地方，然后停留，做深呼吸，再将一脚往上举高，慢慢稳了重心之后，换另外一个脚往上，稍作停留，做深呼吸，好，再将两脚慢慢还原回地板，然后准备还原，还原的时候感觉脊椎骨一节一节的放回地板，慢慢的还原，再将双脚慢慢找回地板，好，放松成瘫尸的姿势，将全身力气完全的放掉，调整呼吸，很开心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弹力带的课程，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参考书中的动作跟着一起练习，那最后在这边祝大家健康美丽。